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怒，来自花莲的东海岸的广寨阿美族。那今天很高兴来到很美丽的地方，哦，也就是台东的铁花村。我非常非常喜欢台东，而且这边的艺文气息真的是非常的，气氛非常的好，所以很喜欢很喜欢台东，对不对？你们也喜欢，对哈？好，第一首歌，我想要唱一首我们传统的歌谣，然后这个歌谣非常的古老，那先给大家，谢谢。谢谢。刚刚唱那首歌呢是阿美族部落非常非常古老的，好，那你们今天来真的是非常难得听到这首歌，因为这首歌其实就祭典的时候才能听得到。那今天我带来我的兄弟们，就是我部落的兄弟们，好，他叫伊佑。大家好。然后右手边这位叫 Legala， 对，也是我们部落的青年。然后最右手边这位是阿杰。大家好。
那阿杰常常跟我配合，可能我来铁花村常常会看到阿杰。然后接下来我要唱我专辑里面的一首歌，叫做